7月23号，邱淑贞大女儿沈月晒出了参加巴黎名媛舞会试妆的照片。期间，她换了好几套礼服，或成熟优雅，或可爱俏皮。今年20岁的她，真是完美继承了妈妈的发光美貌。据悉，该舞会是由法国传奇女公关奥菲丽打造的世界顶尖级名媛舞会，出席的有皇室贵族名门以及当代文化艺术名流之女等。所以能够被邀请参加该舞会，证明沈月真的是很优秀了，好漂亮呀！真是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。报道。